说到长沙的老街，你会想到五一大道以东的太平街，还是以西的朝宗街？朝宗街是长沙城仅存的四条古麻石街之一。东接黄兴北路，西达湘江大道，南临中山路，北抵营盘路，四周高楼林立，商贸繁华，唯有它还保留着老长沙的古色古韵。在麻石路上，让白天的朝宗街更显恬静温柔。穿行在朝宗街，往日的沧桑烟雨已不在，只剩下传说和故事。伴着时光飞扬在街头巷尾，百年来老街里的日子就这样慢慢流淌。朝宗街既有历史文化景点点缀其间，更有现代时尚潮流星罗棋布。夜幕降临，老街流光溢彩，霓虹闪烁，潮店隐匿，潮人出没。朝宗街是喧闹的，也是宁静的，是热烈的，也是温柔的。不论岁月如何变迁，它的底色依然不变，它的历史文脉将传承更续，历史与现实在此处交汇，传统与潮流在此刻交融。这样的朝宗街，你爱上了吗？